马太福音第24章第6至第8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只是一个小丑，即是讲小丑都已经是赞了这个总统，一个小丑做呢样嘢，美国佢唔知佢自己做紧咩嘅咩？但系佢哋仲要系未停过噶。佢而家每一日都有个新嘅制裁、新嘅做法，但系全部都系将美国辛辛苦苦有计划、有意识地部署嘅美元，突然间当垃圾掉咗，就好似一元纸币一样咧。佢哋好似即系美元一元纸币，你知道啦。佢所度讲系关于 Freemason 嘅掌控啦，关于 Panix 嘅来临啦。关于辛苦都是一元纸币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嘛。大家看见就真的将我所讲的第三个可能性呢去做到极限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已经没有了美元成为一个外汇储备这个优势的话，那美国直接是放弃了超过10个美国的财富。直接10个美国，因为以前他的所有财富都是用印银纸，即是简单来说印纸，用印纸那句用。印纸，因为印纸你觉得仲叫有价值啊嘛，但印纸佢印纸去换你嗰啲嘢，咁然后你嗰啲嘢咪翻翻嚟咯，系咪？即系你要几多少，我印纸俾你，咁然后你就将你嗰啲最好嘅黄金啊、最好嘅钻石啊、最好嘅矿产啊、你嘅稀土啊、嗰、那个嘅石油啊，讲明啊，我一定用美金买你嘅石油噶，咪即系印纸，系咪？但系以前咁样使到美国赚得几多钱啊，起到几多嘢啊？但系而家突然间一次过放弃晒，仲要喺呢个时间。咁所有美元拱返返去美国嘅时候，佢会点呀？佢会毁灭㗎喇嘛。但点解佢会咁做呢？点解会咁做呢？係因为根本可能佢做到咁上下嘅时候 ,Phoenix 就嚟。佢根本你拱返嚟都冇所谓，我都根本唔会拱冧我。似乎佢而家就做得非常之急啦。但呢种嘅做法呢，其实唔可能因为一个咁样嘅方式。你话如果佢真係打仗，如果佢真係打仗，咁你都唔会用滅咗十个美国经济个方式去滅自己美国㗎嘛。好啦，如果话假嘅对此，咁更加唔会用咁疯狂嘅方式去滅自己嘅金融㗎嘛。係咪？因为美国总之就係靠佢辛辛苦苦使全世界接受美金嘅方式，甚至储都储美金嘅方式，储埋储埋，既然你储埋储埋啦，我继续印咋嘛，係咪？还用都唔够用，係咪？咁嘅方式去维持美国嘅。但而家突然间呢段时间咁短时间去做呢样嘢咧，就使到全世界突然间因为美金嘅呢一种同美国咁做呢个态度咧，突然间导致佢哋一定要独立啦。即系话而家唔单止之前我哋所讲嘅喺航运独立啦，喺资源独立啦，自给自足独立啦，而家喺网络啦、经济啦，我哋所讲嘅财政啊、经济啊呢啲，全部都系大家企喺美金呢个概念，佢哋打碎佢。所以咪又系另一个字咧，就系、是、自给自足同独立呢个字更加强化得好紧要咯，即系话之前都睇到佢仲有剩翻啲尾数嘅联系嘅，即系话，譬如举个例，中国同埋俄罗斯都完全系因为大国啊嘛，所以有啲嘢都唔能够离开美国噶。其实无论车啊、网络啊，或者系食物啊，好多呢啲，但系而家咧全部因为制裁咧，全部大量全部撤出。俄罗斯如果咁做嘅话咧，其实俄罗斯赚咗嘅，系咪？而本身俄罗斯喺美国嗰方面有嘅嘢咧，全部而家唔系话撤出啦，直情系冻结咗。但系相对我哋而家睇，系啊，互相好似毁坏对方啲嘢，但系相对咪等于好似系交换咁样咯。系啊，因为你咁对我，我又咁对你啫嘛。即系话你对我喺你地图上面所留低嘅所谓后著，但我喺呢边喺我俄罗斯度一样系食咗你留低嘅后著啫嘛，系咪？咁但系相对嚟计咧。俄罗斯如果咁做嘅话咧，其实俄罗斯赚咗嘅，系咪？因为俄罗斯喺美国地图上面所留低嘅嘢咧，其实都系喺美国赚翻嚟啫嘛，系咪先？系因为以前中国或者俄罗斯嘅经济，如果对比翻差唔多20年前，大家都知啦，中国系点啊？俄罗斯仲惨嗰阵时，但系而家咧，大家都叫赚到够啦。但系而家佢嗰种断难方式咧，系导致到。在呢段短时间咧，起码半年至九月内咧，佢哋全部会习惯晒呢种独立生活嘅。咁当 Panix 嚟嘅时候，导致到佢连电信啦、航运啦、海运啦都断晒嘅时候咧，佢哋会习惯到咯。
佢哋会生活到以另一种新嘅生活方式咯。全部又系嗰句咧，就一定自给自足咯。而唔单止要自给自足嘅，因为就算俄罗斯都喺 Panex 嚟嘅时候，可能都分为几段啊，即系佢哋嘅交通同埋你个航运都可能分几段啊。佢哋根本有啲地方断晒缆，联络唔到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6至到第8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神是我永远的保障，我的心再不荡漾，我歇息心安稳，日夜中央凭上帝赐予我力量，纵处身危难我扩张，凭着信我仰望，看见理想，愿我心持守福音，无后退不杀他，路困中仍快跑，愿命路向。愿我斗恒久保障，无惧怕在世变迁，如那天能到终点得主掌。